完蛋完蛋，现在完蛋。那晚上好，欢迎你们回来。嗯，怎么那么小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上人，对，来上人，来，所有家人们来，给朋友每个人给我打三遍上人来，家人们来，感谢你们。我有点近视啊，家人们，我近视，但是我又不喜欢戴眼镜，你说是不是矛盾，对不对？喂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你们回来，欢迎你们回来看彭少。今晚上有没有看电影？啥意思啊？哦，看电影什么？看个毛线，没去。我好烦他，我好烦那个我姐那个助理，你知道吗？特别烦他。我昨天晚上下播之后，我还跟我姐把他投诉了，你知道吧？把他投诉了，我说我是你亲弟弟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为什么你的助理把在商场那一套玩到我身上来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不实在，我不喜欢不实在人，我不喜欢不诚实的人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明白吗？有点卡吗？卡吗，家人们？不卡吧？卡不卡呀？我那近视六和二都分不清，我分不分得清楚六跟二，主要是看心情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不卡是吧？可能是你们有人卡，可能自己手机的网络问题啊，应该不卡。有时候，不是别人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叫做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有时候六跟二四有点分不清楚啊。听懂扣一，来听懂扣一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家人晚上好，欢迎你们回来，来所有直播间来，欢迎来欢迎1200个家人帮彭少做三件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来第一件事，好不好？帮彭少把直播间分享一波，好不好？吃饭了吗？吃了，吃了，家人们吃了啊！所有家人来帮彭少把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感谢你们啊！第二个事情来，家人们来，每个人跟我分享一遍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连我群里分享了没？忘了。三毛节快乐！什么叫三毛节？中秋节吧。帮彭少分享播直播间，好不好？感谢家人们啊，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，好不好？让咱们这个家庭越来越热闹，好不好？让咱们家直播间的家人越来越多，就越来越热闹，对不对？晚上好，来，所有人来，第二件事情来，咱们开播三部曲，好不好？第二件事情来，有人气票的来给彭少走一波，来，有人气票的，有小星星的给彭少完成一下直播间的那个基础数据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行吗？有人气票，有小星星的，花一毛钱给彭少做一个基础数据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给我飘的人气票，谢谢你们送的小星星，谢谢谢谢。因为这些东西都我说了啊，家人们，这是抖音需要的基础数据，你知道吗？好吧。上人，上人，对，来，再每个人给我打一波上人来，家人们，每个人打三遍上人。来，马上回来1300人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欢迎你们回来。
中秋节回家看爸妈吗？回去，十七号是中秋节吧？是十七号吧？十七号那天回去，我姐要回去的。你看那种传统老节日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回去看看父母。中秋节不就团圆节吗？对不对？谢谢我曲阿姨，谢谢曲阿姨，感谢。把小丽带回去，不带小丽，不合适啊，家人们。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不是说不把当家人啊，家人，就是身份比较尴尬啊，家人们啊，好不好？就是你们懂的，你们我不多说了啊，不能带小丽回去，知道吗？不合适，好吧，不合适。然后看电影是吗？我没去看电影啊，我没跟那个，没跟昨天那个我姐那个助理，好像姓陈吧，没跟他去看电影。昨天把我气晕了他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们也知道，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不诚实的人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不太喜欢那种不诚实的人。你拿昨天拿那种纤维的吉学良的来忽悠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昨天在直播间扣一了，昨晚在直播间扣一。我要的东西一定是能谁能过我的眼，知道吗？才能对粉丝负责，对不对？你拿那吉学良的纤维的来忽悠我干嘛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所以你们家人们很多昨天说，孔尚，我就要那个摄像头，那个摄像头好看，好看有什么用，家人们？不好用啊。明白吗？然后昨天为了怕我把这个价格砍下来，对吧？给我玩什么？那个什么冲锋衣，对不对？跟我说5000多，你扯犊子吧！你卖5万多，你五万多，我也不可能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是不是内行不知道啊，家人们啊？我不是，是不是内行不知道？你们要磨毛的，我改天给你们弄正儿八经的磨毛的都可以，知道吗？但是我不想去忽悠粉丝，欺骗粉丝，以次充好，拿纤维的，拿迪轩娘的来忽悠粉丝，知道吗？我不干这种事儿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昨天很多人要，对吧？非要闹花型好看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花型好看？我不知道好坏，我会分辨好坏呀。我不是专业的人物，但我会分辨呀。我会用常识去分辨呀，这位家人们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我说了啊，不管任何东西，不管是任何东西啊，家人们啊，首先能过我的眼，知道吗？我才会给粉丝，明白，家人们？然后粉丝拿到货之后，每个人评论不一样，可能有好有坏，对吧？如果说有问题，我给让粉丝所有人售后无忧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有没有毛病，家人们？来，没毛病给我打不毛，没毛病来。要牡丹花的，改天我给你们找，知道吗？找个好料子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改天我给你们找个好料子的，知道吗？你们要什么跟我说，我来安排。能过我的眼，我就给你们搞，把性价比拉下来就完事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说，昨天你们问我有没有去看电影，我不想跟这种人去看电影啊，家人们啊。我本来想昨天，对吧，他跟我辛苦一趟，我带他去看看电影，是吧？嗯，也正常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但是我对这种说一套当面套背面套人，我就是远离。今天有东西吗？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有安排啊，家人们啊，今天我没有安排任何东西啊，家人们。今天咱们就聊聊天唠唠嗑，好不好？你们要什么东西，过段时间跟你们整。我说个实话，家人们啊，卖货太累了，你知道吗？卖货很累，挑品也很累，我要去挑品也很累，知道吗？小丽在上班呢，她现在已经下班了，应该已经下班了，现在应该已经下班了。最喜欢看帅哥穿白色衣服，我穿白色衣服好看是吗？我要穿那种镜面的，知道吗？小丽爸爸今天高兴吗？我今天我没有去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没有去。我这两天没有去他们家，因为我，家人们，我这两天没有去他们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去多了，我觉得也不好，对吧？去多了别人误会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昨天晚上真的很累，辛苦了。
不辛苦啊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收到货之后，如果觉得性价比可以留下来，觉得性价比不好的吗？找客服，如果客服不跟你们解决，私信找我，我跟你们解决，好不好？我不能天天去他家啊，我把他们家搬完了，然后给了他一个 W， 对吧？让他自己安排。然后昨天的时候，我昨天的时候，对吧？我姐跟他送了一次东西过去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所以男女授受不亲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买点月饼送过去是吗？尊姐，那天我要回家呀。尊姐，那天我要回家，我让我助理送点月饼过去吧。想看看小丽，小丽跟我不在一起啊，家人们啊，她每天在正常上班，正常下班，知道吗？我家人跟他们安排点月饼送过去吧。明天家人安排送点月饼去，我自己就不去了。我去多了之后，我怕他爸反感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我去了之后，我在他们家坐的，我有点坐立不安。就是我跟他爸呢，就是我不知道说什么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懂这个意思吗？我去了，我在他家坐的，我坐立不安，他们也坐立不安，所以我就觉得最好的相处方式，其实有时候就是不打扰，知道吗？每个人每个人的生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关心他过分的就有点微妙了，所以这两天的时候我也没找他。嗯，他上他的班，下正常上下班，我下班之后跟你们聊聊天，唠唠嗑，挺好的。你想看看小丽？没去看电影，没去看电影，没去看电影，我不想跟他去看电影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姓陈的那个经理有点做人不实在啊。问一下工作怎么样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你们多少人想看小丽？我问一下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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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想看小丽的扣一，想看彭少的扣二来。然后我看一下来，想看小丽的扣一。太伤心了，家人们，我太伤心了。我说想看小丽的扣一，想看彭少的扣二，就没几个人扣二，你知道吗？全在扣一。你们不想看我了是吗？行，我下播了，拜拜，家人晚安。我真的服了你们了，真的。满公屏扣一干嘛？我说想看小丽的扣一，想看彭少的扣二，你们这么扣一了，知道吗？你们是故意气我的吗，家人们啊？你们是故意在气我吗？全部扣一。不想看我，我太老了。小丽年轻是吗？小丽二十出头，我30出头是吗？她年轻是吗？你们都是些颜值粉是吗？我不太想他来我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我不太想他来我直播间。我说原因你们听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网络太复杂了，真的网络太复杂了。我怕一个清清白白的小姑娘来直播间，被别人一顿点评论足，被别人一顿是吧黑，你知道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怕她的笑心脏受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我把他直播间被一些人说的哭起来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知道道理吧？还在扣一，还在扣一，还在扣一。我不太想他来直播间啊，包括我抖音号都没告诉他，我抖音号都没告诉他。
你们一抠不停的啊，你们真过分，真的看我看腻了是吗？是不是看我看腻了，想看点新鲜的是吗？想看一眼年轻漂亮小姑娘是吗？家人们，那我这是成老腊肉老帮菜了是吧？还在抠，还在抠，还在抠。不许扣一啊，停的停的停停停，别扣一了，别扣一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啥情况，家人们？嗯，今天集体跟我唱反调是吗？你们今天全部跟我唱反调是吗？嗯，全部扣一，还在扣，扣不停。你这样我很尴尬的，家人们，你们这样我很尴尬的啊！节日快乐。打电话想听小丽的声音，我不跟她打电话，我不想跟她打电话，家人们啊！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不打扰她。小丽有望福相，晚上好，欢迎回来。在我心里喜欢小丽吧，我都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不会对小丽下手。我说了很多次，我要怎么说你们才信？我说我不会对小丽下手，知道吗？我跟他爸也承诺了，我说我不会跟小丽发生一些什么感情纠葛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别人对他下手，那正常的呀。还看得出来，你们咋看出来的？来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良心在中间，我没有对小丽有非分之想，家人们，啊，来，相信的，相信菩萨说的来，相信菩萨的扣个六。不相信菩萨说的扣八来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良心在中间。我没对小弟没有想法，相信菩萨的扣六啊，不相信的扣八。有人冒充我的名义卖货，有人冒充我的名字，发一些消息，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。晚上好。想看小丽，我先。昨天怎么突然就断播了是吗？谁？请进。哎呦我，不是你把声音开小点。怎么了？把门关这么大声干嘛？你干嘛？你们还没下班呢。有点事，你要再忙就又不明。你好好说话，你干嘛？你坐着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是看你在忙，要不明天我等着，我在床上聊会，这会方便吗？我在开播玩。嗯，你还是慢慢下班呢。是这样，老板。嗯。我要没事，我等公司人都走完了，你再找我聊事儿。哇，多大个事儿啊！公司要倒闭了。公司没倒闭，你为什么搞得这神神秘秘的呢？你过来点，我听不到，我戴着耳机听不到。说，来，你拿个椅子在这边坐着，来，你这离我太远了，我戴耳机听不清楚。来，坐这边。好。啊，就这边。怎么了？多大个事儿了？你稍等，哥。不知道是谁是吗？家人们。不。家人们，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是谁？你听不出来的声音吗？听不